接前文。前文书啊，说的是孙定邦弃婴，萧飞在这长江里住，追赶田友来，来到田家洼子。萧飞啊，要到田大姑的家中，他的干娘打听打听这个事情的真假，田大姑必定知道内情，所以他轻车熟路就来到了田大姑家中的门外。此时间可以说是夜静更深，萧飞啊没去叩门，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现在对敌斗争的情况非常复杂，一切事情都应该多加小心为妙。萧飞他轻轻地上了墙，然后轻轻地落脚下来。田大姑这个院套不高，哎，三间草房，他这里边有地洞，在院落里隐蔽的非常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堡垒户。萧飞蹑足潜踪来到了窗棂下，里边没有灯光，但是听着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萧飞屏住了呼吸，是侧耳细听。萧飞越听有点越糊涂了，为什么呢？听着里边好像有一个男人在说话，另外那个女的就是田大姑了，我的干娘了。可是这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沉，而且说的话听着生硬的中国话，这个人好像是日本人。有一句话萧飞听得非常清楚，就听这个人说了：“抓住的通通的，死了死了的。”萧飞心中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日本人怎么还到了我干娘的家内呀？萧飞可就心生疑虑了。单打一萧飞心生疑虑，是方才他人听弟子细，这个人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语，说什么抓住死了死了
的呀，小嘎子不由一阵心暗想，难道我说我的干娘他老头了的，这小飞说什么他也不信，不能够把干娘他来委屈。又听着干娘把话讲，说五儿了，你赶快回那地洞里。小飞他听到此处更不解其中意呀，谁能够给我点破天机？为什么日本人还藏在洞里？我的干娘啊，不可能叛国去投敌呀！这日本人啊，说什么也不能放啊走。今日里，我把此事与同志们说之，小嘎子飞行侦察员他把身转，轻轻地开开大门把话来提。是方才听见日本人说的更仔细呀、同志们啊，这么一听犯了猜疑，前来商量，说什么也不能小鬼子在此装啊，怎么进房去把这小鬼子他上榜？这其中的事情要问个周详啊。萧飞说咱们察言观色，千千万万不能亏得干娘，我干娘她一心想找共产党，今日里
呀，说不定那种什么文章啊，不能伤了我的干娘啊。几个人商量好了，进房中，就在地洞里把他擒出来，把小鬼子抓住，特别是长枪李柱，做好战斗准备，枪握在掌中。萧飞上前来，啪啪一叩门。其实，方才门开了，几个人说话，声音虽然不大，田大姑早都知道了。就听里边说话了：“谁呀？哪个不懂事的？啊，五更半夜的，吵闹什么？”啪，门开了。田大姑不慌不忙走讲出来：“长江李柱，啪，把大枪往掌中一合，腾腾几个箭步，不动，不许动。”两个人呢，左右用枪逼住了田大姑。一般的人，别说是个妇道人家，就是个男的，恐怕要害怕呀。可田大姑一点没害怕，两手啪把双枪往外这么一分，哪来冒失小子啊？前来冒犯老身。哎呦，这两个小伙子往后退了好几步，踉踉跄跄，好像没摔了。哎呀，还真有点劲儿呢。萧飞说：“不要伤了我的干娘。干娘，是我，嘎子来了。”田大姑这么一看是萧飞来了。要我是萧飞呀、啊，你咋还深更半夜的来了呢？干娘啊，可想你了，多少日子没来了。长江李柱一看，敌情没弄明白，那日本人还在屋里藏着呢，这又唠起家常来了。长江李柱上前来说：“萧飞。”这，那意思，哑语往里边瞅，这里边有人。两枪又架起来了，老呆呆，你说里边什么人？就这功夫，就听蹭蹭蹭，在里边穿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握着一把菜刀，来到外边，照着长江是搂头就砍呢。不分三七二十一，田大姑用手挡住，啪一挡，说道：“五儿，不可胡闹，你赶快退回去。”这个人也真听话，哎，把刀收回来，还是握在掌中，往后退了几步，眼珠瞪得溜明瓦亮，瞅着七英、萧飞等人，那腮帮子鼓得挺大，看着意思是在这怒气呢。田大姑这才说道：“众位，你们不要着忙啊，不要着急，没有弄不清的事情，把枪都放下啊。”萧飞说：“李柱长枪，哎，把枪。”地下这么一戳，田大姑说了：“小飞呀，你是不是接到什么人的一封信来的呀？”小飞说：“正是啊。”那么你们的领导来了吗？小飞点点头，对大姑不能隐瞒。嗯，齐英慌忙上前说道：“老人家，这送信的人是你们装的吗？”
写信的人又是谁呢？田大姑微微笑，你们可耽误大事了。送信的人叫田有来，是我一个侄子，叔辈侄子。我告诉你吧，萧飞呀，那封信呢，你知道是谁写的吗？七英慌忙问道：“老人家，是谁写的？是县委书记写的吗？”田大姑点点头：“呀，是啊。那他的字这写的歪歪斜斜呢，田叔的字写得好啊。”哎，你哪里知道啊，他不胳膊受伤了吗？用左手写的。哎呀，齐英才明白啊，恍然大悟。哎呦，那么老人家，现在县委书记可身在何处？田大姑这才点头说：“你们来晚一步啊。”家这位田大姑，哦哦哦他把那事情啊全盘托出，哦哦封信本是书记的亲手写，左手他写呀字啊，功力就不足，让你们了今夜再次来相会，齐英说你把书记他请出，把书记请出来。田大姑他面带着愁色又把话讲，书记他一惊啊，他走啊出了，怎么书记走了？齐英他不解呀，其中得意，让我来他又走啊，演的可是哪儿出啊，大姑说不提起此事，还罢了，提起来此事啊，
真可就恨人，只因为田书记他的警卫到街上走道遇上了歹人啊，这个人他忠心孝顺那高铁杆，他死心了他的当汉奸帮着日本人。你要问啊，这个汉奸啊，他是哪一位啊？他的名字就叫刘铁军。他看见了啊，警卫员前去告密了，大约着今晚间鬼子要搜村，田书记万分紧急脱身走了。还有这后话啊，让我对你们云呐、让你们慢慢等，机会有，也不过、几日啊，他还要见你们呐、大姑叔啊，你们啦、赶快就回转呐、赶快呀、回转，小李家庄村哎哎哎哎啊哎啊啊啊啊啊！田书记说了，你赶快回去，敌人马上就要包围田家洼子。先来搜我，萧飞等人这么一听，恨得牙根直咬，骂刘铁刘铁军啊！听史更新说你出卖史更新，没能够得逞，今天又死心塌地的当汉奸，通风报信，这小多缺德，他连高铁杆都没告诉，直接就禀报了毛驴太君。毛驴太君一听说县委书记田庚的出现，恨不得一把就把田庚抓住，然后派他的心腹战将猪头小队长带领一个小队的鬼子兵要包围田家洼子，直到在田大姑家中。刘铁军为啥这么详细呢？因为这个村是他姨的家，他常来常往。没有那句话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田大姑这个堡垒户，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在无心中说话，他就听着了。而且在街上又看见了田书记的警卫员，所以他就料定田书记就在此地田大姑家中，他就禀报敌人，连高铁杆他都没告诉。这小子多他妈缺德，直接就禀报毛驴太君了。这敌人必定兵困小李庄，要搜查田大姑的家中，暂且不表，单说田大姑。说到同志们，萧飞，你们赶快回去吧，书记有话，后几天和你们联络再见面，研究怎么样够消灭敌人。
发动群众赶快回去。齐英说事情挺紧张，咱们回去吧。萧飞说你别着忙，天不还是没亮呢吗？现在黑灯瞎火的，就是敌人来了他能抓住咱们吗？抓不住。哎，既然呢这次扑了个空，哎，可有一事还没弄明白。干娘，你请讲。田大姑说什么事情？萧飞说这个日本人是怎么回事？提到这长江李柱啊，把枪又端起来了。孙定邦也冒着腰中的盒子炮。大娘啊，一看呢，打了个嗨声。哎，干儿子，萧飞呀、啊，不提起这个孩子还则罢了，提起来，谁听了，心都难过呀。他也是一个无辜的日本百姓啊，他叫武南义雄。武二郎，你过来。武南义雄这才催手力战，站在了田大姑的旁边。田大姑眼含着泪水呀、啊，诉说武这武南义雄，他是日本平民，嗨，他家呀在日本富士山下，爹爹早已去世了，扔下了他和一个白发斑斑的老娘。这孩子爱劳动，能吃辛苦，娶了个媳妇，生了一个女儿，对不对呀？武儿了，武南义雄点点头。嗨，哪成想啊，他的妻子婚后体弱多病啊，病情还挺严重。孩子三岁了，就这年，日本强盗侵占我们中国，战线越拉越长。起初的时候，因为武南义雄，他有奉养老人的责任，征兵没有过让他去参军。后来呀、啊，日本的兵力不足，就把武南义雄这样的条件征兵都给征来了。这孩子哎，撇下了白发苍苍的老娘啊，没有办法，来到了中国参加了战斗。哪成想，一封书信使武南义雄哎悲痛欲绝。娘死了，武南义雄才要反正。咱们下文再听。前文上回说，说的是萧飞、齐英等人
进了田家湾，是田大姑的家中，遇见了五男一雄日本兵，民兵们想要把五男一雄捉拿住，可是进到了屋中之后，田大姑和萧飞亲热了一番，然后才讲出了五男一雄的身世。这位五男一雄啊，也是日本的一位平民百姓，这次侵华战争之中他也是一位受害者。田大姑一边讲着，说到那个悲惨的时候，吴南一兄这眼泪刷刷往下落呀，耷拉着头。齐英、萧飞、民兵立住长江，仔细的听啊，听得心中也觉得酸溜溜的。哎，看起来呀，这场战争不光是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灾难，这日本的百姓也是深受其害呀。田大姑说了，武南呢，家中白发苍苍的老母，妻子体弱多病，3岁的女儿无人前去奉养老人家，可是就这种条件下竟把武南征兵来到了中国。在中国，武南一兄心中就不明白，他心中总叠个劲儿，什么劲儿呢？说在日本不好好待着，上这儿来干什么呢？杀人家的平民百姓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盼着回家，打听着，恨不得两肋生翅返回他的国家去看望他的亲人。可哪成想啊，吴南一雄这会儿接到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他的妻子给他写来的，大概的意思，信中写的，武南一雄的老妈妈想念儿子，忧思过度，已经辞别了人世，妻子带着他的女儿无法生活了，万般无奈，另嫁了他人。为了报答夫妻之情，吴南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而且把全家的照片给他代讲过来。吴南一雄是放声大哭啊，捧着这个照片心如刀绞相思，这真是战争
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眼泪滔滔，自己他思前想后，火气而高，恨之恨日本天皇和领导，让战争使百姓把难遭，田大姑一边说着一边哭啼，那七英萧飞心似海潮，恨之恨侵略者日本强盗啊，致使得中日百姓再输都难翻花，七英萧飞怒火中烧 身受重伤，性命都难保。老婆子啊，一阵阵也不甘心，心中想：为啥要打救小日本呢？到后来我们两个人细细的谈心，我知道了吴南义雄遭遇的事这个事也不怪义雄男人。从此后日夜把他调养，现如今已成一位坚强之身了，他对我感恩戴德，才把干娘认啊。看起来他与我心连着心啊。
哎啊啊啊啊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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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大国把以往的过程都说得很明白了，吴南义雄手还提着这个菜刀，头耷拉下来，正呵呵的听着。哎呦，这一功夫，七英和萧飞长江里住，仔细打量打量这个吴南义雄，身材魁梧，长得有个虎式劲儿，身体健壮，重眉毛，大眼睛，黑秃噜，眉毛一皱带着煞气，挺威风一个人，肩宽背厚，看样子是一个好材料，特别是七英。七英心中想，吴南义雄啊是重大的收获，对抗日战争来讲，对俘虏的政策来讲，他是一面镜子，一定要保护好吴南义雄，将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萧飞呢，萧飞更明白，什么事儿没见过呀，反战同盟会的日本朋友他也认识了不少，所以说两个人看得挺开阔，唯有长江李柱心里头有点不大是滋味，两个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中想一个日本鬼子还这么重要啊，一刀杀了他得了。哎呀，经过田大姑这么一说啊，两个人又一想，嗯，也是这么事儿，哎，是这么回事儿。你说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哪有那个权利上哪儿去杀去看去，日本就是天皇的主张，这几个战犯要达到他的野心的目的。吴南义雄也是受害者，七英这才上前来说一声，老人家你让他过来，他很听你话，我们认识认识。天大姑这才知道，吴南呢还愣着什么呢，朋友赶快见见面。吴南义雄往前跨一步，七英非常主动的和吴南义雄握手，然后又拍拍他的肩头。七英说，吴南义雄你也是受苦者被害者，害你的不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八路军，是你们日本的军阀、强盗、野心家、战犯，他们发动战争要屠杀我中国，侵占我中国，杀我的百姓，夺我的山河，因此才是你来到中国，你的家乡一切的不幸事情，这个仇这个债你要记到你们日本强盗战犯的身上，你说这个事情对不对？吴南义雄点头，嗨，意思说是这么个意思。哎，搭搭肩儿，拥抱拥抱，很亲热。
齐英又说了：“田大公，敌人大约了，很快就要进春了。他们为了寻找武南义兄和县委书记，要不惜一切代价。大公，您身体也非常重要，你对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你得保重你的身体。要依我说，你带上武南义兄和我们奔小李庄，你看如何？”田大姑这么一听，一摆手：“哎，我都这么大年岁了，什么风风浪浪我没经过呀，我不能去。再者说，这武南不能让他暴露，最好是你把武南义雄带走，我就放心了。”萧飞非常亲热：“武南义雄，我们是朋友，你可以和我们一块走，参加战斗，你看怎么样？”武南义雄一听，把头这么一耷了：“哎，不可以的，不可以的，走的不可以的。”田大姑说：“武南义雄啊，为什么不可以呀？你去到小李庄，同志们对你好，到那时候我也放心了。”武南义雄眼中含着泪：“你们的开路，开路的，他的，我的亲娘的，死了死了的用，我的妻子的，嫁给别人了，女儿的没有了，亲人的没有了。”眼泪刷刷下来了，扑通一声给田大姑跪下来，抱着田大姑的腿呀：“娘的，娘的，你就是我的亲娘的干活，我的哪儿也不去的。”齐英一听，这怎么办呢？哎呀，武南义兄要有个马高凳短，是我党的损失。萧飞他们人几名，一夜阵阵心中为难，紧皱眉峰。这武南义雄要有个好功待，他本是反战同盟，教育之啊情，对我党对我军政策损失可不小，今日里想办法把他带出城中。那齐英和萧飞百般相劝，说什么啊，无难一心，
他也不动吭。萧飞说共产党待你可不错啊，八路军对你还有这后勤。萧飞说共产党对你不错，宽大政策，八路军对你有一定的情长，你随我们走吧。萧飞只成想能说动武南义雄，哪成想他一说八路军的时候，武南义雄啊忽然间就怒气满胸，爱慕瞪圆了，开口说话了：“你们的，听着，共产党，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八路军的，一摆手，八路军的，我的不赞成。”齐英一听，这是什么话呢？共产党，大大的好，八路军的不赞成。哎，齐英心中想，是不是哪个八路军同志啊，对你这个战俘啊，有越轨的行为，还是犯了什么毛病？所以齐英就问了。吴南义兄，你说一说，八路军哪一样不好呢？吴南义兄又说了：“你的不明白，共产党的大大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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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八路军的不好的。”萧飞呀、啊。也不知道武南义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武南义雄，那你说说，八路军怎么个不好法啊？武南义雄啊，接着说了：“你的不明白，八路军的刺刀的干活，铁炮的给。”我的大大的不赞成，你的不明白，哎，有点急了。萧飞也听不明白，齐英也听不明白。这时候，田大公笑了：“哎呦，你们两个呀，还没听明白呀？五儿啦，你别生气了。”你听我给你当成翻译吧，老人家，怎么回事了？他说刺刀的干活就是拼刺刀，铁炮的给就是打枪，他在战场上和八路军拼刺刀，八路军打他一枪就是刺刀的干活，铁炮的给就是这么回事，哈哈，你们听明白了吧？萧飞和齐英一听如梦初醒，哦，是这么回事儿。两个人呢、啊、又爱心地做武南义雄的工作，武南义雄说什么也不去。这时候就听罢工这么一声枪响，齐英说：“老人家，哪里枪响？田大姑叫声萧飞，何其英。”这本是
民兵报警，打的枪声，小鬼子已经往村中开进了，快快快，你们几人把路灯，你不要害怕，老身我今日里刀山火海我也登一程，看起来这五儿他不能走，我让他隐蔽地洞中，听说啊那叛徒刘铁军他已经告密，这敌人前来搜庄中，要抓县委书记吴南你，这个地方啊大约着险象而生，这吴南应该随我们走啊，紧接着村外边又有枪声啊，急坏了吴南一雄，这位日本客你看他泪流满面，急着又把话明这回吴南一雄可着了忙了，上前来抱住了田大姑，对七英和小飞说，我的死了死了的可以，娘的不能离开，你们的统统的快快的出去出去出去，赶快的走，往外呀推七英和小飞。七英和小飞一看没有办法了，这才辞别了田大姑吴南一雄，准备着返小李庄，在中途上要遇上大事，才有一场大战田家王，聚在下文分解。